你就在西门町随便看到八个女生，大家都穿这样子，非常的 casual， 非常的年轻，很young哈。会不会紧张？因为今天是你，当然 MV 之前大家可能看过广告也看过，但今天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大哥大姐见面哈。对，很多歌手活动他是不出席的，你想知道有哪些吗？也对，你会不会上来说两句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的山哥这么忙，日理万机，可是为了一个小女生，然后呢千里迢迢，你应该有20年没来西门町了吧？我真的觉得他诠释得非常的好，而且整张专辑陈伟之作有品质的保证，再加上 Erica 的个性是我很喜欢的，她就是这么的自然，然后这么的充满活力，对，觉得她跟一般的做作的女明星是不一样的。谁快点，我身边太多做作女明星。那但是那个下水戏好像是你的盲点，对不对？是你的死穴，那个闷，你不会游泳吗？其实我会游泳。OK， 但是我又怕水，就是很闷。你会游泳，但是怕水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有做很多噩梦关于下水，然后我就还蛮怕水，但是我又很爱游泳，所以矛盾什么意思啊？对。这是我们送给你的一个祝福，好，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进去。哦，这个是真的浴缸哎，好，享受一下啊，要摆 pose 啊。同时，我们还特别真的用那个浴缸啊，打造成一艘龙舟，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对，啊，脱下巴，对，啊之类的，好，好，挖鼻屎，对。前面的累积，我们前面30分钟把你塑造成一个小公主，以及一个很时尚的小洋妞，哇塞，很 low 哎！没有告诉你，会唱台语歌的人呢，不是 low， 而是说他真的有功底。台语歌真不好唱，真的。台语歌就是我们台湾的 R&B， 它太多的气音、抖音、转音。我以前在台中跟我阿公阿妈住的时候，我每次在练歌，然后练中文歌、英文歌，然后阿公就过来说：“你要练台语歌，台语才会赚到钱。”以后他就很听台语歌，然后我就会被他骂。这张专辑有台语吗？没有，没有哈。OK， 没关系，下次再努力，搞不好可以就加个一两首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蛮好玩。